早点要回家了。我是刚刚呢是到了112年了，5月19号瑞芳路段段11:36，号牌是4411次。来，从八车江华东线上受领，然后3000型新能机将在路上等您啊。3006，耶，我喜欢的3006。今天路段要红色带新能机交流车，是第一次哦。台东八车江华东线受领。5月19号11:36，在瑞芳站，你看好。哦，行，被罚钱。这一次是台东发车马沿途停靠，台东鹿野、关山、池上、玉里、瑞穗、光复、凤林、花莲、罗东、宜兰、瑞芳、八堵、南港、松山、台北、板桥，以终点在树林站，算是半直达跳蛙式的。新藤机将车在瑞芳站关闭车门。好，试一试。耶，台东八车将花东用树林。好，在瑞芳站开车灯送上，然后将开始用。拜拜，7:37喽。7:38再见。来，17次，让巴特军哦，就刚刚新竹的银绿色，回下三分钟就把917圈了，在瑞芳站，停靠在地哦。来到11:40开始，拜拜。有3000型在瑞芳站持有，我们各位再见。啊，谢谢，拜拜。7:38。